防身自卫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利用正当防卫的原则对不法侵害实施的一种自卫行动。什么是正当防卫呢？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人采取的一种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，它应该符合四个条件。第一，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。第二，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。第三，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人。第四，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。实施正当防卫，维护自身安全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，维护社会治安，捍卫法律尊严，不仅仅是执法部门的任务，也是每位公民的神圣义务。后发制人是根据正当防卫的原则设计的一套具体办法，使您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能够做出正确有效的反应。为方便大家的学练，我们通过完整示范、动作讲解和分解练习的一一展示，以期达到一看就懂、一练就会、一用就灵的目的。下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动作叫金丝缠腕。金丝缠腕分成两个动作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。下面把这个动作利用慢的动作，把这个动作的整个过程给大家叙述一遍。好，首先我跟对方相对而立，对方上右步抓住我右手腕，我迅速以左手扣在对方掌背处，右手握拳上钻，身体右转，将对方的手腕捆死。这时呢，四指松开，扣在对方小臂的尺桡骨中间，左手扣紧，右手向下向后压带，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下面完整的给大家做一遍。换一个位置。下面为大家展示第二个金丝缠腕的动作。好，下面呢，我叙述一下整个动作的过程及其要领。还是跟对方相对而立，对方上右步伸右手抓住我的左手腕，这个时候我迅速的用右手扣住对方的掌背，将对方的手固定，左手虎口张开向上拖，同时身体右转，手臂左手四指合拢向下向里带，右手推死，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好，换一个位置看啊。下面呢，重点的给大家做一下，就是它发生作用的这个重要环节。首先对方抓住了，你手得扣死，你要不扣死，你向上一拖，他的手脱离了，这样你往下带呢，形不成折腕的动作啊。向上拖，扣住，右手扣住，左手握紧，向下向里拧，是这么一个动作。右手向里推，向上折，这么一个动作。好，下面给大家完整的展示一遍。
换一个位置。下面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外掰折腕。下面再给大家展示一遍这个动作。再换一个位置，啊，下面把这个动作呢，整个的动作过程以及要领给大家讲一下。好，咱俩换一个位置啊。首先是对面对方上右脚伸右手抓住我右手手腕，同样我用左手扣住他的掌背处，扣在拇指大鱼际这一侧，同时身体右转外翘，使得自己的手臂从对方的虎口处脱开，手臂粘住对方的手指，不要脱开，不要脱开，粘住他的手指，迅速回折，迅速回推，两小指扣在对方手腕处，两拇指抵在对方的手背处，上右脚向左后方旋拧压折，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下面变换一个位置给大家做一下，把他的手脱开，手扣住，脱开，拇指顶在掌背处，上右脚向左旋拧，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控制的时候啊，小指切住手腕，拇指顶住掌背，这样呢将对方的手腕压折啊，使得对方呢关节受挫，从而呢被我所控。好，起立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呢分成几个步骤给大家做一下。首先抓住手腕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换一个，我们再换一个位置做一下啊。一，扣住，啊，二，脱开，三，分拧，好，下面完整做一遍。好，就在这儿做。换一个方向。好，下面这个动作叫抓肩立腕。好，下面把这个动作慢做一遍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给大家叙述一下动作过程以及要领。好，对方伸右手上步抓住我的肩膀，这个时候呢我的右手迅速过来扣住，既然抓住了你就别跑了，这样呢给它形成一个支点，我们往下做。是右转体，向右转体，同时呢右手扣在他小鱼际一侧，向右转体的同时，左手抓住他的手腕，右手把他的手腕立起来，这样形成一个拧，嗯，左手往下拧，右手往啊，右手往右拧，左手往左拧，啊，使得他把他的手腕捆死。这个时候呢，手腕立起来了，向下一压，
对方就下去了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你看。好，上步抓住我肩膀，我迅速扣住他小鱼际一侧，翻过来拧压，得让他的手腕这样立起来啊，不要弯，一弯这个作用就不强了。这样立起来，大家看啊，你看他的手腕没有多大的活动幅度，再给他固定住，往下一切就给他拿住了。好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分成几步给大家做一下啊。首先抓住了我，一二三，来了，好，转一下，坐一下啊，抓住我肩膀，一二三，向下去做，下面完整再做一遍。下面展示的动作叫强掌里拿，好，换一下。下面把这个动作呢给大家啊，把它的过程跟要领给大家叙述一遍。首先对面呢他扑掌啊，迎面而来，我迅速伸出手抢住他的手掌，压住他的四指，向下啊，向右旋，将他的肘关节旋起来。这个时候呢对方的手臂已经受控了，我用左手固定他肘关节不让他动了，就在这个位置就行了。右手继续下压，右手继续旋拧下压，让对方呢受到了控制。好，换一个位置。大家看这个动作可能很小，实际上擒拿的动作呢就是用以巧胜拙的办法，用很小的力量啊来控制对方，通过一个关节来控制他的全身的动作。看，压住之后向里头旋，这肘起来了啊，我左手迅速上去扶住他的肘关节，右手继续走，这样就把它控制在地上了。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呢给大家分解一下，看它分解成几步啊。好，一是防守抓住了，二旋拧，三下压。好，换一个。好，一二三下压。好，下面完整的做一遍啊。下面即将展示的动作叫斜臂跨栏。换一个，下面我把这个动作的整个过程以及要领给大家叙述一遍。首先对方扑掌过来，我抓住他的四指旋拧，使他手臂内旋啊，肘关节翘起，这时迅速右转上左脚，用左手抓住他的手腕，这时候两个手可以实行一个交替，但是呢两个手在交替的过程中不要松，一松对方就跑了啊，捆住拿过来交替，右手腾出来将对方的肘打在我腋下，这个时候呢给对方啊，使得对方就像跨个篮子一样把对方跨在这了，如果我左手继续向下用力，对方就会倒地。好，下面完整的做一遍啊。
下面我这我就按着几个拍节把这个动作给它分解了，啊，便于大家学练。一抓住，二旋拧上步跨住，三打肘下压，三，好，再来一遍啊。一抓住，二旋拧跨步，三打肘下压。下面把动作呢完整的再展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抓腕闷指，下面我把这动作呢给大家拆一下，看看它的要领。实际上动作很简单，但是呢必须得有一个折的动作，一个是折腕，一个是折指。好，对方向我扑面过来，抓住他的手指。这个时候呢光抓指手松了也不行，你也松了指你也抓不住。这时候呢固定他手腕，向上撅手指头，两个手向下向自己的脚尖用力，向自己哪个脚呢？右脚的脚尖啊，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好啊，大家看啊，哎，先防守，抓住一左手迅速上来，抓住对方手腕，将其固定，走，将对方控制啊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动作呢，给它分成拍节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一防守，二抓手，三。二抓腕的啊，三向下，二三，好，再来一遍看啊，一二三，好，下面再完整的。下面动作叫滚臂弹肘，侧一下，好，下面把动作呢拆开给大家做一下。首先对方呢以左手啊上步抓住我右手腕，同样我用左手扣住对方的掌背处小鱼际一侧，同时右手握拳，身体左转，将自己的肘盘在对方的小臂上下压啊，换一个位置。好，对方抓住我的手腕，啊，我用左手扣住他小鱼际一侧，右手攥拳，自己的肘向前，啊，向里盘绕对方的小臂。这个时候呢，左手扣死对方手腕，不要松开，一松开对方一压肘他就跑了，往下压。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好，下面我们分拍节给大家做一下啊。首先对方抓住我手，一扣住，二旋拧，三下压，二旋拧把对方的手腕捆死，三下压，好，起立。好，下面呢再给大家做一次啊，对方抓过来，一二旋三压，
啊，将对方控制在地上。好，谢谢。下面呢，完整的做两下啊，来。好，下面要展示的动作叫抓肩拐肘。来，换一位。啊，下面把这动作呢给大家啊叙述一遍。我跟对方啊前后站立，对方以右手抓到我肩部时，首先我迅速以左手扣住对方手臂啊，凡是这样抓握的动作，对方一旦抓着你就不让他逃脱啊，只有这样形成支点，你才可以做其他动作啊。首先扣住大臂啊，手臂上扬，然后盖过来，向下，肘向下，向下把对方的肘啊斜弯，动作继续往上拐，这时候是吧？看对方就丧失了重心了。好，如果继续做的话呢，对方可以倒地。嗯，好，这样看一下，好。对方，我抓住我肩膀，我迅速将他扣住就别动了，手臂扬起来，向后，向上，向下，继续，就把对方的肘给控制住了。好，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分成拍节做一下，啊，看看大家怎么进行练习啊。首先。一，扣住，这时候身体得转啊，不要一啊，不要这样做啊。一，扣住，转体。二，扬臂。三，半拐，对它形成控制啊。再来一次啊。一，二，三，好，再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下面的动作叫抓肩调肘。好，下面把这个动作呢，把它的动作过程以及要领给大家叙述一遍。首先，对方是一侧手抓住我的肩，我迅速扣住他的手啊，抓住了以后呢就不让他走了啊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支点，继续下面的动作。手臂上扬，手臂啊尽量上扬啊，手臂伸直，不要屈，一屈你就够不着他手了啊，就跑到里面去了。好，上扬起来，扬到最高处，向下切，向前用力。看一下啊，一扣住，二上扬，扣住的同时转体啊，你得看清对方是在你的什么位置，对方的手臂是一个什么状态，扬起来，向下切，向前用力。好，下面把这个动作呢给大家分解做一下。抓住肩，一扣住，二上扬，
三，撤步，向前跑走。第一步，对方就倒地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下面完整给大家做一遍这个位置。下面的动作叫拉臂别肘，这个步我们再做一遍吧。下面把这个动作分解开来给大家叙述一遍啊。首先对方是用摆拳向我头部击来，我迅速扬起左手啊阻挡进行防守，同时由右手从他的手臂下面往回拉他的肘部，使得他手臂弯曲。这时候呢，我的右手顺势滑下来，不要脱开啊，这不要脱开，不要一拉手再回来抓你就抓不住了啊。拉过来之后，两个手形成对错的力量，左手向前啊，向前向后压啊，右手往回带，粘住他的肘，右手拖住其肘部，右脚上步继续推啊，将对方制服在地上啊。再来一遍看啊。好，防守过来，两个手错过来，这个右手啊，右手的拇指要张开带他一下，否则的话你往下一拉脱了啊，手你手指并拢往下拉脱了，往回带一下，粘着他的肘上步走。这个主要是两个手对错的一个力量啊，使他的手臂，他自然的防护动作就是屈臂，你顺势推着他的肘。好，下面分解给大家做一遍啊。好，一，双手，二，回错，啊，三，上步，再来一遍啊，一，二。三，这个动作呢，首先得防守住对方的摆拳啊，你用手臂的格挡防守住对方的摆拳，两个手对错相对用力，所以这个在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因为力度把握不好，很容易使对方的啊同伴的手就是肘关节受挫啊，所以在练习这个时候一定要先防住。完了，上去两手配合着，从慢到快的进行。来，好，下面的动作叫十字别肘。十字别肘分为两个动作，下面我们做第一个动作。好，换一个方向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对方用直拳向我面部击打来的时候，这我首先闪身向外进行格挡，同时手臂裸手向里绕，绕着他的手臂往里绕，把对方小臂夹在自己腋下夹住，这个时候呢向上形成一个支点，肘左手推肘，
这样把对方的啊，使得他形成反关节，啊，错他的肘部。看，空挡，继续绕。这个动作呢，不要让它停，不要这样啊。一、二，不能离开啊，粘着它走，往前走啊，粘住了它啊，闪身，隔挡，粘住往里钻。完了，推着他的肘部，啊，往下压，控制他，让他手臂形成反关节，控制他的肘。好，下面给芬姐做一遍啊。对方击打过来，一、二的时候绕，夹住，到这儿，二到这儿，三，身体右转，左手下压，压他的肘部，三。一二三，好，一呢实际很快就过去了啊。一是一个防守，对方在进攻你来的时候，你首先防守有效，这是第啊、这是首要条件，否则的话对方打上你了，下面动作都做不出来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一首先得格挡啊，利用闪身和手臂的格挡动作，把对方那个拳改变他出拳的方向，这样才能进下去。再做一次啊。下面我完整的再给大家做一遍啊。好，来，好，再做一次啊。好，下面为大家展示第二个十字别肘。这个动作呢，依然是两个人相对而立，对方呢上步以右直拳向我面部打来，这时候我迅速闪身格挡，将对方防开，左手同时呢左脚上步，左手以摆拳击打对方的下颌部位，迅速啊顺势向回捞，左手右手前推，左右手形成一个十字，上入步，将对方放在自己腿上。如果腿不上呢，对方就直接就倒地了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首先还是防守啊，防守住对方是啊是一个关键环节，否则的话，对方击来啊，你下面动作无法进行啊，对方要真正打上你了，下面的动作就无法进行了啊，防住，反击，打过来，回落。啊，两个手呢还是一个相对用力，上步打过来，往回拉，你看两个手又有一个对折的动作，使他手部弯曲，我的左手顺势从下面掏到我的啊右手小臂处，上右脚，两个手形成一个十字啊，将对方拿住。再来一次，防守击打，上步回带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给它分成节拍来做，一防住，二上步击打，三，形成十字，四上右脚，再做一次啊。一，再来一次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好，下面完整做一遍啊。
啊，下面的动作叫叠手别肩。这个动作呢，依然是一个防守反击的动作，啊，当对方用直拳啊向我面部击来的时候，首先我向内的格挡，格挡而后顺势向里面啊，手臂格挡伸直，顺势向里面插，插到对方的腋下，啊，顺势上步插到腋下，同时左手摸到啊到对方的肩上，两个手相扣。啊，也是顺着啊，我这是动作是分开来做的，实际上做起来呢也是顺势中间环环相扣不断的啊向下压，控制对方的肩部，把对方拿在地上，好，这边做一下。首先是防守，首先让他改变了啊出拳的方向，顺势往里。向里插到对方的腋下，两个手相扣啊，将对方压在地上啊，是这么一个动作啊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分解开来给大家做一下啊。一，防守；二，向其腋下啊，手臂向其腋下插；三，向下啊，向对方的前上方用力。这个使得对方，因为对方在击打的时候，他本身身体有一个向前的冲量，这样你借力用力就把对方控制在地上了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扣住啊、嗯。下面呢，完整的再给大家做一次啊。好，换一个位置做一下。这个动作呢，防守住之后，你不能在原地做，不能防守或者是往后做都不行，往里面钻啊，再加上手臂啊，向他腋下绕的动作连绵不断。好，下面动作叫拉手跪腿，这个动作呢有两个。下面我们为大家展示第一个，好，这个动作呢依然是我们两个相对站立，下面呢给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，相对站好了之后，对方出手，向前一点，对方出手抓住我左手的手腕，我迅速握拳。钻过去，反手裸住对方的手，向下一带。这时候呢，对方就失重了，他的脚就上来了。我顺势左脚扣住对方的脚后跟，用右手压住对方的脚面，向下一跪，使得他的踝关节啊没有运动的余量了。再来抓住。这个动作呢，也是先期有一个防守的动作，反手裸，迅速很小，啪裸，啊，裸手一带，对方上步，啊，裸手一带上过来，扣住，扣住之后呢，用自己的右手压住对方的脚面，啊，避免对方向前，哎，突然一下，他把重心再转过去，这样呢，让对方的重心向前扑。也就是他的身体的体重都吃在他的右腿上了，这样他无法逃脱。我迅速扣住他，啊，拉过来，正好呢，在我的啊，在我左脚啊旁边不远处，这时候迅速扣过来，直接压啊，不要向里面靠他的腿，啊，直接下跪，啊，使他的脚踝关节啊无法逃脱。这样下压呢，如果对方不倒地的话，他的踝关节就会挫伤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呢，把它分解开来。一，
对方抓住我的手；二，裸手下带；三，扣住脚；四的时候，右手和膝盖一起做动作；四，将对方制服。好，下面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做两遍。再来一次，好，下面给大家展示第二个拉手跪腿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跟前面那个动作是一个从里一个从外，啊，这个呢是从他腿的内侧来做，内侧做呢，啊，下面呢给大家呢把这个过程叙述一遍。首先，对方抓住我的手，我依然是处于被动状态，我得有一个反手的动作，反手过来之后拉住对方，使得对方的体重是在前腿上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方。啊，我靠这个手拉着他，对方的重心呢无法转移。这时候呢，我的右脚往对方右脚脚踝内侧扣进去，用脚腕回扣，啊，形成一个像镰刀一样扣住对方的脚腕，同时呢，膝盖依然是膝盖跟手一起做动作，手的作用就是固定对方的脚，让他跑。膝盖下跪，我们这个跪的动作就错对方的脚踝啊，对方不倒，他的踝关节外侧就有可能受挫啊。好，再抓过来，反手一带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方的身体肯定有一个下浮的动作，这个下浮的动作也就是说他把重心已经吃在了前腿上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他无法逃脱。如果对方呢重心没在这儿，大家看啊，如果对方重心在后边，你一过去，对方一逃，下面动作无法继续。所以说这个动作呢要衔接连贯，啊，好，抓一下，啊，一拉吃过来，扣住跪，啊，你看扣住了之后，对方逃脱还有一个途径。这时候手就要发挥作用，把这个途径给它堵住，同时下跪，啊，就起到作用。好，下面我们把这个动作呢分解开，啊，一，对方抓住我；二的时候反手裸，啊，二的时候，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呢动作会再快，啊，如果对方抓着你很死，也可以握拳裸过来，啊，松开手抓，啊。这是一二，使得对方重心前移；三，扣住；四，下跪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。好，下面完整的给大家展示两次。再来一次，下面为大家展示的动作叫裸手抹眉。这个动作呢，也是啊一个防守反击的，啊，依然是我们啊相对而立，对方以右手直拳啊向我面部袭来，这时候呢我向外的一个防守，
防守住啊对方这一拳，使得他的拳改变了方向。这个时候呢，反手裸住对方的手，继续啊向后拉，把对方的身体带到前面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拉不一定能把对方给拉倒啊。对方身体吃进来之后，我反手啊扶到对方的啊就是眉毛上，向我的左后方用力啊，使得对方，因为他本能的有一个防守动作，你往后做动作，他本能有一个防守，所以借着他的防守，借力用力将对方摔倒在地。再来一次，首先对方打来啊，防守住，裸住手啊，左手从我体啊从我体前过去，这时候左手不能随意抬，你随意抬可能就抬到对方的手臂下面去啊，防住之后从体前过去，往回带啊，往回向下，让对方摔倒。下面我们把这个动作分解一下，把它分解开来啊。首先对方出拳，一防守住，二手抬起来，三回身用力，三啊，再来。一二手伸过来啊，再来一次啊，这个动作给大家做慢一点，换个位置啊。一二从我体前把手抬起来，三的时候啊身体回转啊，三好。这个动作的效果在于啊，利用对方的啊自我保护动作啊，对方呢他有一个防御性的反射，你往前拉他，他可能要往后挣，这样呢我借力用力啊，动作可以啊，回转身体的动作啊，你可以往身后转啊，这样你转到身后对方也就倒了啊。下面完整的再做一次，下面动作啊叫裸手锁喉，换一个。这个动作呢，我给大家啊完整的叙述一遍，它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动作。对方出拳向我腹部击来，这时候呢，我手臂向下，左手向下向外格挡，使得他的出拳改变方向，同时右手倒到对方的手臂下面，迅速回带，使得对方转体丧失重心啊。同时呢，左手啊以肘为轴放在对方的肩上，用小臂的。啊，尺侧啊，卡在对方的啊，就是颈部啊，以肘为轴向左跳，这样呢，使得对方手臂与头部形成一个相反的方向，使他丧失重心啊，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。好，起来，防守，倒臂，拉转，跳。锁住对方喉部，使其无法反抗啊！这个动作呢，往往就是倒臂的时候，你得手臂伸在对方的大臂下面，来打来啊！防守有啊，有的爱好者在练习的时候拉他的小臂，这样没什么作用啊，拉小臂没什么作用。你要想使得对方转体，你离他身体中心线越近越好，这样呢，使得对方。身体改变姿态啊，丧失重心，这样才能够啊，才能够让你控制它。好啊，向他的腋下，伸到他的腋下，回带的方向啊，不是直接向后拉，是向下向后的动作啊。回带，你看转过来了，锁住，嗯啊，
控制住。好，下面我们啊把它分解开来做一下。好，一防住，二插在腋下，三向后带，四啊锁住对方的颈部，五往回带，这样对方重心就丧失了啊。好，再来，一二三四五。好，下面呢把这个动作完整的给大家展示两遍。下面动作叫锁臂掐喉。好，下面把这个动作呢啊给大家完整的叙述一遍。这也是一个防守反击的动作，对方啊以摆拳向我头部袭来，我迅速以左手格挡，并裸抓对方的手臂啊，将他的手臂啊锁在我腋下。这个时候左手右手伸出来掐住对方的喉部，这个时候已经锁住了，向前啊上步用力将对方摔倒在地。再做一次啊，击打来，防守，绕，锁，右手掐住脖子，向前上步。掐住对方喉部，把对方制服在地。好，下面呢，把这个动作给它分成几个步骤来做，分解一下啊。一，防守。二，锁臂啊，防守的时候看这方向，不是往上撑啊，不是往上撑，防守的时候啊防守住啊，格挡防守住，裸臂是向下啊，裸手夹臂锁他的臂是向下的动作，这时候把他的手臂锁在你腋下，右手迅速上去掐住对方喉部，左脚啊迅速向前跟步走。好，分解啊，一二三四。好，再做一次，一二三四。好，下面完整的再给大家做一遍。下面动作叫推肘别腰。这个动作呢依然是一个防守反击，对方向我击来的时候，我迅速身体迅速后闪，这个幅度不要太大，否则的话你重心失去，你再过来来不及了啊！后闪的同时，手向内格挡，粘住对方的肘，不要松开。一闪完之后，这叫假退真进啊！闪过去之后，马上起腿，左手推住对方的肘，右手拦住对方的腰，使得他身体拧转向后推。这个时候呢，对方的他的重心就向后失去了，你将他的腰控制住了，这个时候呢他两腿都不能做动作。好，慢一点来一遍看看啊。首先防守，迅速向前上步，上步的同时啊右手上去。好，换一个位置做一下，
我要看这个右手怎么拦他的腰部啊。好，一打来，展开，这个手跟脚一起上，走，啊，使得对方拧着，上体拧转，啊，上体拧转并后仰，使他的重心受你所控。好，下面我们把这个动作呢，分解来做一遍，啊啊，那来一，防守，二上步，啊，二上步。三推二上步三推拧，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就是不能把步子上反了，否则的话，他对方身体顺了，他能控制你。来看啊，记得来，一不能这样上，这样上的作用不强啊，因为你在他身体侧面，你往那个方向用力，你也就跟着过去了。好，再分解做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你看这个时候呢，它都在你的啊，都在你身两手的内部啊，两手的内侧给它控制。下面呢，完整的做两次。好，换一个位置。以上给大家介绍的20个招法，希望大家要勤于练习，不要只注重动作的外表，要注意看分解动作和整个动作的叙述，这样通过两人默契的配合，从简到繁，从易到难的逐步练习，最后达到掌握的目的。同时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注意保护你的对手。